你要轻一点哈。多厚啊？可以啊。可以。可以。它可以。人眼是没有嘛，就因为它是超广角，所以其实还好。对。对。对。那会太远，垫子给你，两个还三个，让爸爸太远了。综合弱寿司。鱼皮皮的，跟猫夹过吗？快看啊！吃过吗？还没啊。猫咪，你要吃爸爸的饭吗？你看，猫咪要不要吃饭？好。啊？爸爸是你吗？还会叫？还会叫。好。我们可以送你们这个。交换一个吗？不行。可以走吗？嗯。爸爸不找人小一家怎么样？妈妈还有一颗，还有一颗，还有没有痘痘？哪有痘痘？你问爸爸还有没有痘痘？爸爸还有没有痘痘？你看可以。这都你的了，可以吗？我也要喝这个。好，你吃一下。姐姐，你要吃海苔吗？姐姐，要。等下那个旁边戏剧博物馆不小要多远？那鲜鱼好吃嘞。还咬断。啊？它的门牙没办法对齐，所以它咬不断。没办法对齐，那你可以讲。啊，我很喜欢自己啊，我也很喜欢。然后它豆皮寿司啊，我很喜欢寿司，又很好吃，然后又很硬，而且大。然后你要不要喝麦茶？食物有时候。你只吃豆皮寿司啊，对不对？还有海苔寿司。好好。你怎么了，妹妹？你怎么了？你饱了？好了，你点。还有青鱼，那个外表很油，看起来很光滑了。嗯。然后呢？记得把我吃掉啊！